这是 2017年， 35岁的车晓和39岁的刘涛一起出席一场活动时的合影。二人都穿着裸色连衣裙，刘涛的眼神犀利，身上带着一股气质，他的眼睛更是炯炯有神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强势的女人味。车晓身高达170厘米，拥有着美妙多姿的身材，裙子立体贴身的剪裁显得车晓十分的优雅端庄。只可惜他和山西首富离婚后至今都没碰到他的如意郎君。